这玩意儿挺开心，你咋多久就走了呢？再说了，你还没给钱呢。这什么钱？蚕蛹钱。蚕蛹让海参吃了，我给啥钱？你喝那酒也没给钱呢。我喝的是正的，我给什么钱？你买的酒也没给钱呢。买的都让他俩喝了，我给什么钱呢？不对，你刚才搁桌上抓的一把吃的也没给钱呢。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！我吃点那狗粮，你管我要什么钱呢？我以为免费花生米呢，放那块吃的把我都吃恶心了。不对啊，不对，你不能走啊，哥，这账没算明白。你还要什么钱？哥，你该忙忙你的啊，没事，他这能忙忙啊？那不赔钱了吗？人家有理，有理我没挣着钱。你要什么钱？串钱。串钱是我吃的了吗？串喝的酒也没给钱。酒人家不说，人喝的是赠的，人喝的。那买的酒也没给钱呢。买的酒我俩喝的，你怎么还算账呢？再算就赔了。那咱咋还赔了呢？人家还剩一瓶呢，你是不是给人退五块钱？不对，不对呀、啊。燕子对不对？没毛病啊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就这智商，你看看。不对，不对，哥，你不能走啊！老板，有人喝酒不给钱。你看又怎么样？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厉害了我的哥，升级了我的哥，行了我的哥，怎的？去年逃单，今年改诈骗了啊！这家把你嘚瑟的，这词儿不好听，有账咱不怕算，算呗。嗯，从头给我捋一遍，我给你讲一遍。哥，你讲啥玩意儿？你讲啊！咱有理，咱怕啥呀？你就给他演一遍，你看你演完老板你就明白了。你非得犟着去拿酒去。好嘞。不是，老板你看啊，我就不信这劲儿了呢，白吃白喝还得拿着5块钱。行啊，咱就这样啊，我认，我认，我非得把账算明白。来，散开。你坐这看好吧。酒来了。这能耐的。好，这是买的。OK。这是挣的。对，我进店以后，我从店改风格，然后我要了个海参，给我上一串蚕蛹，结果让海参给造。我知道，他一上来，腾起一瓶，他就喝了。啊，对，他是怎么喝的？你是怎么喝的？我是这么喝的。然后呢？就给我起一瓶，对，我就喝完了，我就放这儿了。不对，起的是空瓶啊，是满瓶的。满瓶你是怎么喝的？哥，你喝，你喝，你等会儿，他怎么喝的，我就怎么喝的。对，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。你喝不了，你有理怕啥的？你什么？你有理，你怕啥的？真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差一个，我是这么喝。我告诉你啊，往下进行。哎呦我的妈，有脑筋没？这下面全湿了。我就这么喝的。嗯，当时他说你开心不？我说挺开心。他说你高兴？我说挺高兴。他说咱们玩个游戏吧，然后他就上来了，他上来第一把我就输了，然后他蹦起一瓶他就喝了。他是怎么喝的？我是这么喝的。对对对对对，他就这么喝的。他站那边太优秀了。哎，你是怎么喝的？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。对，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。我你干啥呀？你
喝，你就让他看明白这钱。我告诉你啊，必须得喝，差一个环节我都看不懂，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还能搭钱呢。我哎呦我，他是怎么喝的？我就这么自然的。演完了、没呢，没有呢，这是广告啊，没有呢，还差一瓶呢。我要说，我就说吧，我酒量不行呀。然后他就说我不高兴呀，我说开心呢，他就再玩一把吧，结果我输了，输了。亲爱的朋友，很高兴您能看到这个视频，我是互联网创业的先行者，在家利用网络带团队创业的网商教练，厂家直销的网购商城，几十万款的商品，别人购物您就直接从中提成，没有投资，没有风险，不用开店囤货，在家兼职全职都可以，转发分享就能秒结到账。我也带领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和普通的网民，一年之内过上了有钱有闲的生活，一般做两个月就月收入过万了，做一年月收入至少六位数以上，时间越长收入越高，转发分享就秒结到账。所以第一件事，加上我的联系方式，微信613-850-991，微信613-850-991。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。总共我喝三瓶，剩一瓶，往下进行。完事呢，我就要走，我就要钱。啊，我说要什么钱？我说串钱。对，串让海参给吃了，我给什么钱？我说喝的酒也没给钱。我喝的都是挣的，我给什么钱？买的酒也没给钱呢。买的都让他们喝了，我给什么钱？对。怎么还能搭五块钱呢？他不是剩一瓶吗？都搭五块钱。老板，你不得不让他重演了？我劝你，你给重演一遍，刮又剩一瓶，这你给人使坏了，这个。